4月10日，有网友爆料，安可场结束后，珍妮与 YG 正式解约。据悉，2016年，珍妮以 BLACKPINK 成员身份正式出道。此前，据韩媒报道 ，YG 正在全力与 BLACKPINK 续约，合约8月到期。6月，韩媒报道称，合约即将到期的 BLACKPINK 和 YG 续约协商的非常顺利。